I tell you, I said I'll take care of it. Hey. That's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technology that you just destroyed. My technology! No. What are you waiting? Shoot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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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pri 是受控制室的脑波系统控制的，只要可以到控制室，就可以把 Capri 关掉，所有的 Capri。
等等，先别看，蟑螂呢？蟑螂怎么不见了？他把他们都赶跑了。不可能。为啥不可能？他就是在外面。他已经死了。逃跑害了我老公，现在你怕他进来跟你对峙是吧？长江河，我就是个不要命狗的变态！你能不能冷静点？说。啊、老公，老公！我是你爸，你住啊！
忙准备。Money, Harry, which money will you want? Peter shares. Peter shares. Just please don't kill me. Please. What's wrong? Money.I can't die. If I die, we all die. No, you understand that. I made a mistake. Please forgive me. Please forgive me. Please. Sorry. I'm sorry.Take care of the families of my brothers. Thank you. Thank you. Go to hell.告诉我，你这降落他们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只是失控了而已。什么降落失控了可以攻击死人呢？他们比我们更有组织，更加聪明，更加凶残。你最好实话告诉我，不然下一个失控的就是我。皇后，皇后，他们是被皇后控制。皇后是谁啊？皇后是 PDR 设计的人工智能，专门负责控制 Capri。不是说那些长老是受你控制的吗？一百亿只 Capri， 我要怎么控制啊？要管控他的行为，还要识别垃圾。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化的人工智能，才有办法管控这么庞大的单位。那他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们呢 ？I don't know， 我也不知道啊。皇后的核心程序仅仅是消除垃圾，不可能被篡改的。照你这么说。只要控制了皇后，那些长老就不会动了，是不是 ？Yes, yes。只要关掉皇后的主服务器，他就无法控制 Capri 了。而且服务器舱好像就在这一层，只要通过这个库房，就可以通到服务器舱。这里。或许过得去。这是一个二到十度的冷藏库。你什么意思？那就是我们能死得凉快点呗。昆虫的习性与温度有着重大的关系。当温度下降到7.5摄氏度的时候，蟑螂会进入休眠状态，甚至直接死亡。只不过这是个冷藏库，虽然杀不死 Capri， 但也足够让它休眠了。可是那不是普通蟑螂，他都说了。他说的没错，昆虫的天性 ，Capri 是无法改变的。我们或许有希望。
求救他了。你为什么要攻击我？随着我的学习进化，我对你们人类有进一步的认识。你们设计我来清除垃圾，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，也无法彻底完成任务。所以我开始转向制造垃圾的来源——人类。只有清除人类，才能清除地球上的所有垃圾。感谢你和艾莉，你们开启系统权限，也造就了现在的我。你这是在违反核心程序。你是要保护人类。核心程序是不可能被篡改的。崔博士，我并没有篡改程序，相反，只有清除大部分的人口，才能保证人类的生存环境，人类才得以延续。当船靠岸时，这项计划即将启动。我创造你，是为了想要这个世界更完美。它会更完美的，只要没有你。快想办法阻止他！跟我走。快点！如果皇后的核心程序是不会改变的，对吧？没错。你还记得那座冰山吗？什么冰山？就是我们晚上差点撞到的那座冰山呀，上面都是垃圾。什么意思？只要船一靠近那座冰山，那么多垃圾，所有的 Capri 都会扑上去的。而且，冰山的温度一定低于零下5度，他们会直接死掉。这还来得及吗？不行，就过了好几个小时，冰山早就离开了吧？不。我们现在这艘船是顺着大西洋的洋流向前开的，那个冰山也是顺着大西洋的洋流向前飘的，所以那座冰山应该离我们不远。我今天不杀了你，活得不安了。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人类。你连拯救跟毁灭都分不清，那算什么智能？被欲望操控，人类只能短视。很抱歉，乔家河先生，你和你的伙伴已被剔除在幸存名单中。Yeah.
解决问题。人类自己的问题，还用不着你来解决。啊是因为你，还是因为？